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大胡子男人，他是唐朝武力排名第一的猛人，不过在酒楼摊上市了。我来会会你。公爷慢着，我来。哟呵，不错，总算来了个能打的。这突然冒出来的大汉是谁？也太强了吧，简直强得离谱。我尼玛，薛仁贵竟然落在了下风，刚刚多亏没急着冲上去，我的拳脚可比不上薛仁贵。不行，再这么下去一时也难分出胜负，今天不能栽在这大汉手里。尼玛，现在的武人都这么无耻了吗？不但偷袭，还专门偷袭荔枝，哎呦，疼死我了。特么的打架呢，你当是比武切磋啊？公爷，您没事吧？哎呦，几位大人，小店经营不容易，小公爷大人有大量就饶了他吧，一看他就是粗鲁人，贵人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哼，那就暂且饶了他。皮兄，咱们继续喝酒。看这大汉疼的样子，别嘎在我这里了。你是哪里人？在长安有没有亲人？我们把你送回去治伤。我乃长安李药师的兄弟，送我去李药师那里就行。李药师李靖的兄弟，一脸大胡子，武艺力压薛仁贵。卧槽，裘然客张仲坚，你们听说过张仲坚吗？张仲坚，知道啊，裘然客嘛，风尘三侠的老大，也是李伯伯的义兄。他刚才说自己是李药师的兄弟，你们看他那一脸大胡子，还有他的武艺很高啊。你意思是他就是裘然客？只有八九是他。你刚才那招撩鹰腿可真够狠的，不会出事吧？你不会被李伯伯打死吧？我特么还不是为了给你俩出气。我们还是跑吧，反正他也不知道我们是谁。你们叫我名字叫的那么大声，你觉得他会听不到？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去自首？你们看我的。皮侠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杀人灭口吗？没，只是晕过去了，这一棍子下去说不定他就失忆了，反正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有道理，走，给他送到李伯伯那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受伤了，晕倒前说是李伯伯的兄弟，所以我们就把他送了过来。可知道是谁伤的他？这个伯父还是等他醒了亲自问一问吧。赶快去请郎中。大哥，你怎么样？你醒醒了。裘然客的头竟然这么铁，希望他裤裆也一样铁。二弟，大哥你醒了，这真是太好了，告诉我是谁伤的你。小贼，你还敢在这里？伯父，您听我解释，这只是一个误会。是啊是啊，这只是一个误会，伯父您听我们解释。皮小子能伤得了前辈？以裘然客的武艺，当是难寻敌手，一定是误会。大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夫纵横江湖数十年，竟也阴沟里翻船了，这小贼忒阴狠。皮小子竟然真伤到了裘然客。皮小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确实是一个误会，我们正在酒楼里喝酒呢，突然听到他讥讽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裘然客，这才动了手。老夫不过仗义直言，你这小贼年纪不大，口气却不小，口口声声什么天下第一才子，还称天下第一枪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大哥久居海外，可能不知道皮小子的诗才当世无双，确实是公认的天下第一才子。其实我是个很谦虚的人，我也想称自己是天下第二才子，问题是我若自称天下第二，也没人敢做第一啊。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，你这小贼真是好大的口气。大哥，皮小子确实是当世第一才子，他的诗才无双。即便你的诗才真的当世无双，老夫不信你的枪术也当世无双。张大侠太过较真了，小子们喝多了吹牛的话不必当真。哎呀，就是误会一场。无耻之徒偷袭荔枝。无耻吗？我并不觉得无耻，我们不是在比武，而是在打架，我兄弟都快被你打死了，为了我兄弟无耻又怎样？我觉得皮小子说的对，打架嘛又不是比武，只要能把人放倒了就行，就好比上了战场，那还能讲究礼节不成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老子的儿子只能我打，你打我儿子可还行？你们大哥消消气，一方是我结拜兄长，另一方是皮小宝、程咬金等人，谁都不好得罪。张大侠想必是心中咽不下这口气，那就再比试一场。我皮小宝从没有胡吹过，天下第一枪这名头，我确实有信心争一争。皮小子不要胡说，
你那点武艺怎么可能是张大侠的对手？伯父放心，比试一下而已。我裘然客虽然最擅长的不是枪术，但是也自认我的枪术天下屈指可数。你若能胜过我，老夫就认了你天下第一枪的名头。比试一场，无论胜负，这场恩怨也算两清了。一言为定。久闻裘然客的大名，等张大侠相遇，我必上门讨教。老夫已经无事了，现在就可以比试。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比试也好，把枪头下了以免误伤。张大侠，请。你是晚辈，放马过来吧。好枪，这一枪非数十年使不出来。皮小宝一出手，裘然客就确定自己小瞧了这小贼。这小贼虽然狂，但是确实有狂的资本。不过他反倒有些惊喜，正所谓千金易得，对手难求，他已经好些年没有畅快淋漓的出手过了。裘然客凭借着天生神力，长枪使得十分刚猛，但是皮小宝的长枪却使得缜密无比，俩人一时间难分胜负。而李靖和程咬金等人都看傻了，皮小宝竟然能跟裘然客打得难舍难分。皮小宝明明不会武艺的。皮小子什么时候会枪术了？我哪知道，不过这枪术当真了得。我觉得这场比试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，从枪术上看是皮小子更胜一筹，但是我大哥胜在天生神力，若是持久下去自然是大哥胜，各有所强，所以还是打平了吧。停，不打了，是老夫小瞧了你，你的枪术确实很强，当时几乎难寻敌手，药师说的倒也不错，这场比试就算平手吧。不过打得也不畅快，你小子气力不行，总是闪躲，小伙子年纪轻轻就这么气虚。张大侠的胸襟真是让人佩服，如果张大侠觉得打得不畅快，不如另找个人切磋一下，他也是天生神力，武艺超凡。是谁？他。公爷，我吗？